啊，没用。快点吧。哎，没用，这要弄卖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闹没闹的。哎，肚里有虫吗？谁知道？肚里有虫是这种现象。啊，你看，对，你看。肚子疼。能卧下了，卧下了。你看看胖了。肚子疼啊，是咋回事啊？就肚子疼啊，咋闹腾是？咋闹这味儿了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肚子疼。你看还挺胖是吧？嗯嗯。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哎呀，今个人是谁的？你看这个干的下雨，是吧？他听不懂。听不懂啊、哦？啊，听懂了不？听懂了。听懂了。哦，天上下了雨，这活不好干。啊。慢点儿。他就是肚子疼，是吧？嗯，就是肚子疼那个。嗯，你看看，顶着，让他踢的。嗯，踢肚子，你看，打滚儿。嗯。哦，这是肚子疼的原因。这一路这儿。你的？你的马？是肚子疼不？啊、这肚子疼的吧？是你的妈妈？我的妈！你的啊？是不是肚子疼啊？不是啊，这什么原因呢、啊？他咋一拿这个身上痒？哦，你看他出汗的吗？哦，哎，他为啥老踢肚子呀、哎？你看看他闹腾，我感觉反正有问题。没事。响了吗？啊，没有。行了，快点了。哎，没有，这要弄卖嘛嘞？上面都开好，让石家庄。没事了啊。他身上痒。哦，是身上痒的不？嗯，痒的不？哪里啊你？河南的。河南。嗯。这家伙，你看他躺的身上痒。痒。